谢谢给我推荐的玫瑰花。我不寒，冷静。你是一个成熟的偶像了，成熟的偶像染个头没什么大不了的。冷静。谢谢狗腿子的玫瑰花，谢谢。就是，我其实不是很习惯这个刘海，它每次眨眼睛都会牵动的，有点麻烦。谢谢武汉说的麋鹿胸针，谢谢卡江的平安果，谢谢。晚上好，谢谢叫我小黑就好啦的巧克力，谢谢一般路过研修生的荧光棒，谢谢。好看，今天是红红的，没错，越来越焦化了，可能是有那么一点点吧。谢谢摄取灵魂的小妖怪的圣诞帽，谢谢李静安阶段版的圣诞帽，谢谢，嗨，谢谢陈阳菲菲的五个荧光棒。好，我自己都不是很习惯这个红帽。我今天走进教室，大家都在排练，他们其实已经排练到尾声了。我今天请过假了，我们三个回来晚了。然后我走进教室，左左看着我，看着我从教室门推开门进去，走到了教室最后一排，开始对站位找我的位置。然后左左说：“嗨，红毛美女，这个女人打趣我。”谢谢牛奶小布丁的荧光棒，谢谢。怎么有几缕头发那么长？这边吗？啊，这个是她给我留的，这个是她给我留的，没有想到吧？晚上好。我说想留一下水母头的那个，然后如果不行的话就再去剪了，把这么一点点也弄上。对，谢谢你很，你和前辈是姐妹吧？什么？你和前辈是姐妹吧？你现在有点小玉了，小玉，朋友们照，就这个红色，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红，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这么红。它现在这个样子让我有一点点太红了。像漫画角色的发色是吗？它这个红色一染出来，我想到《龙珠》里面的那个诺诺。倒不是说我有诺诺那么御姐，但这个红是蛮像的。谢谢街口的灰树的平安果，谢谢。穿皮衣骑摩托，谢谢悠悠离哥的圣诞帽，谢谢，谢谢悠悠离哥的糖果。很大姐姐吗？不行，我觉得我不能给你们留下这样的印象。这是我出道的第一年，想到了剑心，啊，也有道理。这块如果画个八的话，就是剑心。但是这是我出道的第一年，如果我现在就给你们留下了大姐姐的感觉，以后怎么办？谢谢君谦的平安果，谢谢电风扇的平安果。对，我今天出门还是专门画了很重的腮红，然后一开始邻家一取笑我说你这腮红太重了吧，然后去了染完这头发，他说一点不重，非常合适。你好，大红糖，你好。你们这么说的话，我还是要证明一下我的清白的。我不是御姐，不是御姐，我要扎个双马尾自证一下嘛，字正腔圆。不是御姐，谢谢无克无克无的圣诞帽，谢谢无克无克无的五个圣诞帽，谢谢。底下小朋友，谢谢狮子大叔的巧克力。你站起来就完全不育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是低估了人类踩高跷的技术是吧？谢谢狮子大叔的巧克力，谢谢。像神乐，我还没有这个思路。榜一的头像，森林冰火人那得有个蓝头发的，那得有个蓝头发的才像森林冰火人。对哦，我现在就很像漫画人物的话，陈真真是粉头发吧？我这个是正宗的蓝头发，不是正宗的红头发。你看这样子，是不是突然二次元了很多？谢谢阿泰的平安果，谢谢。对，可惜我没有那个蓝色的水滴夹子。林佳怡去染个蓝的，做成森林冰火人。不，他爸去漂头发疼，他爸漂头发疼，不然我今天就摁着他漂了。啊，夏娜，太好了！我发现我喜欢的很多人物都是红头发的，像周防尊也是。谢谢0123大科学家电风扇的圣诞树，谢谢，谢谢电风扇，谢谢大科学家，谢谢大科学家的圣诞树。哎，这个红色的，哇，配这个绿色的，好好圣诞的感觉。
我这个红头发配那个绿色的圣诞树，挺好的，不错，这头发染对了，很有圣诞的感觉。那我到时候可以穿这个，然后穿圣诞的衣服，配好了，很合适啊，朋友们。就是说我还没有想到，怎么会这么合适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一些本来觉得在黑头发上很不显眼的，不也就可以用了？你有绿衣服吗？有的，提醒我了，以后不能穿了。活着高兴是什么？我是看起来天天都很高兴的样子吧？但是冰之哀伤和活着高兴，怎么强行登对？穿圣诞的衣服，那也不是把圣诞树穿上。我看到柯基上面发言了，然后下面斯巴总裁说：“话说柯基最近咋没看见？就在你眼前，你往上看，楼上的楼上就是栀子娃娃，对，主演的夏娜。”这个真也很帅吧？我很喜欢这块的设计。你看它的袖子是这样子的，很像那种箭袖，然后运动起来也会很方便，也不会担心就是吃饭蹭到什么的。很喜欢这个设计。真有火着高兴这玩意儿？那肯定跟我没有关系啊！真有火着高兴这玩意儿，那肯定也跟我没有关系啊！活着呼吸，想不到吧？在聊什么？发色跟塔罗什么关系？没有，其实就是这个发色。我染完的时候，然后小鱼说：“你这像个巫女，像个巫女。”我说：“对，我这个发色要是去染塔，要是去给人算塔罗的话，肯定别人觉得可信度加倍。你打算搞个什么发型？我最开始打算搞水母头的，就这样子，就是把这边头发这样窝起来。我想想啊，看看怎么帮大家搞一下，尝试一下。”水母头，就是最开始是想类似于，这样，肯定很不那什么，就是类似于这样吧。对，水母头可能平时看起来就是一个短发，但是那个。就是理发店的 Tony 老师说，如果剪水母头的话，以后就都只能留短发了。再想改变发型，就只能留短发了，因为长头发全部都那什么了嘛，就会很麻烦。对，所以就没办法了。而且水母头，它主要说什么？你看我现在的头发还是我头顶会很红，但是下面的头发就很深，颜色很黑。你看这个对比很明显，明显我下面发尾还是黑的。他就说，因为我前面染黑过太多次了。然后下面的头发已经漂了很，但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漂。他说再漂也不是不能褪色，但是他怕我之后再就是头发做什么发型了很容易断。我说行了，就这样子吧。所以现在就是一个，我是想渐变。我本来的想法是头顶那块是黑的，然后整个头发是黑的，但是末尾像是被火焰点燃的头发一样，有一小簇一小簇的红色的头发。结果谁能想到完全反过来了，我整个人着了火。然后从末尾有一点点黑色的东西沾染到了火焰上，红色褪的话是褪成黄色吧？他说是褪成黄色，但是一个月内可以免费补色。这样的话，进取前如果掉的颜色很严重，再去补一下就好了。对，剪掉其实不太行，因为我现在自己长出来的新的长出来的头发才到这里。如果剪掉的话，你们看到的就不是公主切了，你们看到的应该是锅盖头切。你们想象一下，如果剪掉的话，头发只到这里，你们看到的一个锅盖头切，对吧？还是不行的，还是打麦的。樱桃小丸子切，我知道，我要拿一个。之前我是黑头发的时候，我觉得那种东西没有什么用，戴上去之后很不显色。不过现在是红头发了，应该会很显色。等我去拿一下。咱就是说，你像比如说这种，我要先把这个东西去掉，就他妈的，一点点痛，就像这样。如果是黑头发的时候，就觉得完全不显眼。你怎么还能给自己带出一撮呆毛来？无语啊，如果是黑头发戴这个，就会觉得完全不显眼。但是，
现在的话就还好，对，假发片不能戴了，我要自己再染假发片，是吧？这样子的话就觉得很显眼了，对吧？女仆，嗯，旁边那一层更女仆了，怎么办？你们很离谱哎！你们老在这想什么？你们见谁家女仆是这个样子跟你们说话的，凶了吧唧，见过吗？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这种，还有这种。这个我很久之前买的，一直没戴，好，现在就可以戴了，因为它现在很显眼，在我头上一个大黑坨坨，是吧？很显眼。像魔女，是啊，我觉得应该像魔女才对。暴躁女仆，其实也没有那么暴躁了，一般情况下不会那么暴。这个蝴蝶结怎么了？它是不是显得头很塌？算了。他整一个就不适合戴在人类头顶的样子，算了吧，摘了吧。发饰和发钻不是一个次元，会的。所以如果叶总来的话，我的打算是这样子的，我会把头发进行一个反向的大操作。等一下，我再去拿个帽子。咱就是说，朋友们。如何成为一名网络帅哥？算了，也不帅，但是这样他就看不出来。每当我想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我的刘海都很麻烦。你们等一下啊，你们等一下。每当我想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我的刘海都很麻烦。对啊，刘海能看到，所以我把刘海也得藏起来。我再藏一下，一定是我的方式不太正确。你们觉得这样有好点吗？啊，对啊，上公演不来，那不看我们公演，他不看我们公演的，对吧？他要是看我们公演的话，他早就该那什么我们了。我们 MC 上一天到晚的说要给他打电话，要给他那什么的，对吧？这个发色叫什么呀？这个发色，说实话，我给他看的图不是这颜色，他给我染的。更浅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颜色叫什么。如果下次去补色的话，我可以去问问。我可以把假发戴上，我的哪个假发是不会被扣钱的颜色？我的哪个假发也都是会被扣钱的颜色。嗯，我知道了，这样。就是说，好了，朋友们，严丝合缝。武汉现在怎么样？看上去是不是？谢谢小蓝夹子的迷路胸针，万一看了呢？这几周都是新公演哦，谢谢成鱼的荧光棒。那万一看了就看了，我一没杀人，二没犯法，花自己的钱去染的头发，而且还是为了金曲的大舞台，为了不给 SH48，四八传媒的大舞台丢人，为了拿出配得上公司给我的这个大舞台的诚意，对吧？然后我把自己的头发捯饬了一下，我还没有跟他要我的头发损失费呢。谢谢 Cyrus 的荧光棒，谢谢接口的灰叔的糖果。重点是什么？他们跟我说做完这个就不能做蛋白矫正了。谢谢千帆 AS 的麋鹿胸针，因为啊好痛，因为他们说那边的托尼老师说就是漂了头发不能做蛋白矫正了，我漂了一次，然后就不能做了。他是说这样子。大波浪。我现在这个头发长度一旦浪起来，就会浪成这个样子。你们想看浪到这儿的大波浪吗？就是都只浪到这儿，哼，对吧？大波浪还要再长一点。这个发色想起来一些小说人物，是龙族吗？不会吧？是龙族吗？不会吧？是龙族吗？不会吧？看我暗示是龙族吗？不会吧？对，诺诺，谢谢咪咪的荧光棒，谢谢。嗯。确实，比起诺诺，惠梨伊，我不配，他太脆弱，太美好了。诺诺离我还有不小的差距，我离诺诺还有不小的差距。对，我也更喜欢诺诺一点点，就是这个发色上会很像吧，发色上是有点相似了，说实话。嗯。
然后现在这个折腾完了就是这个状况。说实话，我也蛮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大家的，但是结果都已经这样子了，我们就一起接受吧。这个冬天，所以陪伴大家的可能就是红头发小我，就是请多包涵，大概是这样。讲得很奇怪，然后我讲完了才发现我没涂口红。等一下，我没涂口红，我去涂，我摸一支口红出来。哇，安哥好久不见，和离异的悲剧让你更深刻。哎，这倒是。等我，这个发色嘛要留久一点，我也希望它能留久一点，就不知道能不能了，就不知道能不能了，因为红色其实还蛮容易脱色的。晚上好啊、哦，谢谢叫我小黑就好啦的荧光棒，谢谢。把我就不见，没涂口红，没涂。我今天其实出门的时候涂了，但是那个口红颜色有点老气，人家一说我涂上那个老了20岁。然后我上开播之前把它擦了，一直忘了涂，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决定再涂一下。今天妆也好看，今天妆照着美妆博主的教程画的，就是没看出来我没涂口红。哇哦，可能是我之前都没擦干净。这个妆可能现实中看就会很重了，就上公演可能不会很合适。就是虽然镜头里啊，镜头里也是要重妆的，不过这不是一种重法，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妆可能会偏欧美一些，我感觉它会偏欧美一些。你没发现吗？今天我连卧蚕几乎都没有，而且鼻子修得很重。好了，口红有了。就是现在僵持，眉毛很英气哇！这个眉毛花了我今天早上1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早上出来是这个结果。人家是想表达那种的感觉，然后我的眉毛很崎岖，你们发现了吗？很崎岖，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然后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握手会可以吗？想这样合影，我都不能保证。以后有机会画这个的话再合影吧。林佳怡确实戴了个绿帽子，不过我没有绿帽子，我没买过。上次跟青青一起出门的时候，青青还看到电流绿帽子，她说买呀、啊，多好看，我就很喜欢我的绿帽子，它就是有一顶绿帽子来着。但是我没买过，也没戴过。我觉得绿色这个颜色还蛮挑人的，蛮难驾驭的，就是说。青青就很能驾驭绿色，圣诞还是红帽子有氛围，对吧？绿色很容易翻车，绿色很容易往荧光的方向走，对，还有粉色，绿色和粉色，荧光绿和荧光粉真的很难，这不会理解错吧？这应该还好，应该，理解错的脱下去面壁，但是今天这个妆就觉得还学到了蛮多东西的，尝试了一些新鲜的画法，然后试了蛮多东西的，我觉得也算是有收获吧。比如说一些鼻影的画法，人呢还是要经常的对着教程学习，不然就会误以为自己已经进步到极限，没什么可进步的。晚上好。下周来还是这个发色吗？应该是，只要我不太洗头发，它不太掉颜色，就还是这个发色，没错。但它如果掉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决定了，对吧？希望它不要掉，我也希望。可以用固色洗发水。哦，对，是有这个东西。对，我今天也听说了，我本来还想说打个蜡来着，但人家说我这个颜色打蜡真不值得。其实它也没有很闪，没有很容易掉，打蜡真不值得。金毛的照片还有吗？有，但是不放了。金毛这个东西看看就行了。洗头发掉色的时候会像凶案上，会的会的。我之前之前林佳怡拿泡泡帮我染的那个红色，然后我最开始几次洗的时候
白色的浴巾都染红了。我自己擦的时候身上也是红的，而且你们看我今天脸上能看仔细吗？嘴角这里有点红，这里这两个地方，知道为什么？因为给我洗头的时候染红了，洗头的时候红色的水甩到了我的脸上，然后那位托尼老师没有发现，然后我以为是普通颜色的水不会上色，然后它上色了 是有一点红，能看出来吧？唉，绝了！有点像上火，但其实还好。我觉得我应该不是上火的问题，但我这两天真切的感觉到了，我有一点点肿，就是可能经常 半夜吃东西。现在最近两天半夜吃东西的次数变多了，然后就肿的蛮厉害的，很红是吧？这个灯关了，这个应该会好一点。这很没区别，这个是夕阳灯，和它没区别。公园流汗，那个汗是红的，这个就有可能，因为我记得最开始就是青青放的那个 B 站的节目，大家看到了吗？这是酒红色吗？我也不知道，我跟他说帮我往橘色调，不要紫色。对，然后青青放在 B 站的那个节目，大家看了吗？他录那个节目的那天晚上，就是他刚刚染绿头发的时候，好像是他第一次绿头发上公演的时候。然后那天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脸两边都是绿的，因为那个汗流下来都是绿的。对，晚上好。热水壶用起来了，放心。就是说，今天在外面一天，但没怎么喝上水是真的。很久了，很久了。公演的时候出汗，满脸都是红色，应该也不会，不会出汗出的满脸都是的。我要去找个水喝，我觉得我的嗓子有点太不舒服了。这个可以吗？对。使用了一流的塑料杯子，是我失策了，朋友们。朋友们，是我失策了，谢谢大熊软糖的奶茶，谢谢。求他妈的，是我失策了。少女偶像喝水不能这么轻易简单，少女偶像喝水要用什么？吸管。你看看杯子上有什么？杯子上有什么？杯子上有烟熏吗？我看一眼。你往上。好。王一柳。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你怎么把星梦剧院咖啡厅的杯子顺回来的？你上哪儿顺的咖啡店的杯子啊？我今天去了趟剧场，你不知道吗？你去带一了，恭喜！哪个队？我去当服装部阿姨了。哇，感觉怎么样？衣服确实有点难找，而且他们队的衣服确实好小啊，你跟我是吧？你今天是哪个队呀、今天是 N 哎。啊？哇，N 队这么可怕吗？他们衣服。好小啊！我想起来了，之前也是，谢谢安哥的两个糖果，谢谢。杯子好看是吧？咖啡厅的糖果什么待遇？今天一柳去待遇了，去剧场待遇了，待遇这个。N 队的，服装部的老师，对，谢谢月正安哥的两个圣诞帽，谢谢月正安哥的麋鹿胸针，谢谢月正安哥的两个麋鹿胸针和两个平安果，谢谢，
是吧？很棒，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姑且一说。如果他没有真的娶她，不要怪罪我，也不要来冲我的房间去冲她。谢谢陆羽的荧光棒，谢谢陆羽的荧光棒，谢谢。因为今天我还蛮早就出门了，我们好像11点多，然后就出去打车，12点钟就打车走了，然后去染了头发回来，到现在，这头发染了多久？让我想一想啊，染了应该有个4个小时左右吧。但我觉得其实还漂了一次，上了一次色，然后就好了。我觉得这个颜色还算是好折腾的了，对吧？然后它也没有太跳。主要是因为同时在给人染，一共只有2个托尼老师，但是前前后后除了我们3个，还有其他客人，然后就不停的不停的。是啊，不是，他这个不是专门给我服务这个样子的。好奇另一个人是谁？什么另一个人？哪个另一个人？谢谢小蓝甲子的20个荧光棒，谢谢，谢谢大家。染头发的啊，染头发的2个托尼老师我都不认识，不管是给我染的托尼老师，还是给他们染的托尼老师，我都不认识。谢谢我不汉的狗腿子的巧克力，谢谢。就是托尼老师都不太，完全没见过。这样，所以老师技术好吗？我觉得，怎么说呢？我没染过几次，之前在学校漂，就是随便50块钱找个店进去就漂了，因为就那一个理发店，我嫌它，我应该觉得这样方便，然后进去就漂了，每隔2个月漂一次发根儿，大概这个样子，所以就没什么比较。我觉得漂头发疼，那会儿也疼，那会儿没有疼得这么厉害吧？今天可能是因为等的时间太长了，这样，对。因为我只漂不染，就他把漂膏上上去就行了。但是这个漂膏好像很劣质，还是怎么样？就是我那会儿很喜欢《战栗杀机》里面的亚修嘛，然后喜欢他那个金发，但是完全不知道真正的要染金发的话还得去黄啊什么的。我想的就是金发不简单，漂了就得了，连色都不用上，还不用担心褪色。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就直接漂完就可以成型的黄头发，完全都不用上色，就可以很干脆就那个样子，很喜欢。还要先染白啊？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妈呀，完全没有这些概念。看来真是学校里面很方便，很方便，完全没有这些概念。就是漂。来了，金色要好的话就很费时间，是啊，但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糙一点，只要它不要一直掉色就好了。如果你还要再给我费时间的把它变成另外一种金色，但那个金色很容易掉色的话，还不如现在这个。叫什么？妈生感，妈染感，谢谢鸡腿的荧光棒，谢谢。对，他说我这个头发后来也会褪成黄色，但是不知道会褪成哪种黄色。如果他褪的很厉害的话，最后就会褪成我今天给大家拍照的那种黄色。对，染着头发变花了，真的吗？谢谢接口的灰叔的荧光棒，谢谢。脸都显得红，不，脸显得红纯粹是因为我腮红打多了。我今天的腮红是想制造那个什么晒伤妆，然后结果今天出门的时候，林佳怡说：“我看你这腮红打的跟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有的一拼。”是这样的，去年圣诞节呢，很不巧，叶总来给我们开会。很不巧，很不巧，我还虽然是一个人过圣诞节，但是也希望自己的圣诞节。对，我左眼最近红血色有点重，虽然是一个人过圣诞节，但我那会儿也希望自己圣诞节很有仪式感，所以那天开会之前呢，我找了个妆叫什么？迷你小鹿可爱卡哇伊妆叫类似于这个样子，然后就是洛丽塔女生必备。虽然我没有洛群穿，但我有一颗当洛阳的心，当时有。然后我就把脸，就是打了很重的腮红，然后点了那种白色的点点。对，然后结果谁能想到呢？那天就突然通知我们要开会，然后顶着那个妆就去开会了。然后结果开会的时候，叶总进来，他是这样子的，他推门进来，我就站在门边，
他推门进来之后，习惯性的扫了我们一眼，结果那天他扫到第一排第一个我，他扫不过去了，他就卡在那儿了一样，然后人走了，头还定在那儿，然后叶总一直盯着我，然后说吴涵，你那个脸怎么了？我说啊，没事儿，没大问题。他说，嗯，这是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我说，这起了点痘痘，我总不能跟他说这您不懂，这是时尚吧？这不是在污蔑他的审美吗？叶总可是觉得自己可以出道的人，对吧？我说这是点小痘痘，他说啊，行的，你这个尽早消下去啊，你这样引起重视不是好的。就这样，就这么简单。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领导说的不对，请听领导的。你看我真的很懂，我真的很懂职场这一套的，我很明白。公告怎么了？我看看。嗯，对，这个头发我真的觉得不算个塔罗，对不起自己，他很巫女。对，晚上好。嗯，这发色我也蛮喜欢的。对，这推测就像拆盲盒，谁也不知道会推成什么颜色，是这样的感觉。不过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太亮的颜色，就是长时间太亮的颜色我没有很喜欢，因为是金曲嘛，所以我想染一下，也不要辜负一次难得的第一次的大舞台。嗯，不然的话应该不太想啊。我看到会不会高血压？会啊，你知道我漂了黄头发之后回家的日子，你知道我爸是什么反应？天哪，绝了。我爸一开始是不想跟我同桌吃饭，我爸说吃不下去，你看你那个头发我看到就糟心。然后再然后是发展到拉我出去，但是他那个车开着开着就开向了理发店的方向，大有那种不给我染黑，我不给他染黑他就给我理掉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后来我就跑了，跑回学校了，谁能想到就来了四八。我爸当时他只知道我要来上海参加一个传媒岗位的工作，我爸一开始没觉得是正经的工作，直到我跟他说为了面试这个工作把头发染黑了，我爸当时特别开心。对，唉，就很离谱，就很离谱，我不理解，就同意了，就同意了。他就说啊，那这工作不错，你看你还是这个，还是有工作才能约束住你，就还是得要这种大企业大公司能约束住你。对，那我完全没懂。哇，以前你妈带你去染头发染酒红色，好棒。对，其实不算是因为黑发同意，但是因为黑发我爸对我们公司印象非常好。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进来之后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时候，我爸先是打了个电话，他那会儿我一直瞒着他不告诉他具体是什么工作，然后直到我人都进来了，然后我妈那天好像是怎么了，我妈觉得我爸不能一直不知情吧，她就跟我爸说了实话，说他是去唱歌跳舞去了。我爸我当时还在训练室训练，然后是在干嘛来着，平板撑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做那种很耗时的体力活。然后我爸突然一电话就打了进来，然后哇，我跟你讲雷厉风行，我不还问你三个问题，你现在在干什么，你觉得现在的生活，你现在的这个日子是能撑得起你，就是是能发挥你之前所学的所有东西的吗？你觉得你一辈子这样活甘心吗？你觉得你现在过的生活过的日子能够把之后的就是能够养活你之后老去的时间吗？你这个公司正规吗？就类似于种，反正就一连串，对，主要是灵魂三问。然后我避重就轻，先不谈灵魂三问，然后他先盘问，然后他就只能盘我的公司，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公司很正规的，很正规的，你不要，我就是我第一次如此义正言辞，因为以前我爸说你是不是去参加什么 cosplay 社团，我都从来不敢义正言辞，因为我的 cosplay 社团在百度百科上搜不到，但这一次我终于可以义正言辞的反驳他，我说你去搜，我们公司有百度词条，你去搜啊，我不怕你，你搜。发色好看，谢谢。然后我爸去搜了，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哇，那个百度百科词条上不知道的人以为真的，就是知道的人也会以为我真的，说实话我真的是，我不夸张的说，我本人真的是一毕业就对口专业进入了本行业的龙头企业，不是吗？难道对吧，难道不是吗？牛啊，我真的是龙头企业。然后
我爸去查完，过了十分钟再打完电话过来，口气就变了，他口气就软了下来。他说：“你这个要干就好好干啊，你这个工作面向很多很多这个基层的人民，大家你一定要把这个意念感、信念感传递出去。站在这个舞台上，就要拿出信念感来，你要有一个这个。”偶像的样子，你知道吧？唱歌跳舞不是简单的唱歌跳舞，你要传达出你的态度，不然你这个唱歌跳舞就是白唱歌跳舞。谢谢王芒狗的平安果，谢谢七四家的荧光棒，就这么简单。哎，他很懂。谢谢微微微微的糖果，谢谢。真的，我爸真的觉得是文工团，我爸觉得这就是个现代的文工团，上海的文工团。谢谢五官的狗腿子两个荧光棒，他好像现在跟别人。说你女儿在哪工作呢？啊，在上海的一个什么文工团里，我也不是很了解，就这样。但是怎么说呢，我爸还是觉得有点不靠谱的。他之前有一次二十小时直播的时候，他不也打电话嘛，然后就说要给我找什么别的工作什么的，但我跟他说这个工作是我自己找到的，他像那种能力嘛，对吧？所以我知道他给我兜底，我还蛮开心的。但是他可以给我找工作，这点我很开心，我有这样的爹可以帮我兜底，或者说是很开心有他在后面接着我。但是这是我自己找的工作，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对，是这么跟他说的。谢谢实验打水漂的荧光棒，大家都是基层打工人，我也是基层打工人，我爸也是基层打工人。嗯，你现在要是跟爸爸视个频有什么后果吗？应该没什么后果吧，因为这个比黄头发好接受啊。哇，我黄头发的时候我真的是纯纯的欧美妆，我黄头发的时候纯纯的欧美妆，网上什么妆叫害人听闻就折腾什么。而且我不是折腾那些妆去 cosplay， 我是拿那妆去平时上课。我爸动不动给我打个视频电话过来，看到我那个妆，我爸就家门不幸，就这样。爹妈知道口袋吗？朋友们，我怎么觉得好像回到了我刚出道的时候。你们觉没觉得我回到了我刚出道的时候？爸妈知道口袋吗？爸爸同意你进团吗？进团的理由是什么？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偶像呢？这什么情况？哎，什么情况？真的就很像回到了刚进团的时候。你们太不忘初心了。突然间首演那场，我也是。妈妈会生气？妈妈完全不生气。谢谢狗腿子的巧克力，谢谢。然后玩微博吗？不玩。他不玩微博，他玩微信公众号，他有喜马拉雅，还有唱吧，嗯，还有全民 K 歌。菊菊的一生是短暂的，唉，生如夏花就行了。对，唱吧被下架了，嗯，我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爸一定很难过。喜马拉雅听众不知道，这都是很早之前了，很早很早很早之前了。如果我投稿的 MC 被抽到了，算我运气好。嗯，其实抽我们队的话，被抽到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啊，因为我们队投稿的人真的蛮少的。怎么说，17号到19号两天之间，总共就增加了，就是两场，一般情况下隔着两天，隔着一天的两场公演的话，一般会增加最多15个新的投稿。我能看到1500多页、1400多页的投稿 ，MC 的话题，最早的是刚成立的那会儿，然后一直到现在的。我有一次很好奇，然后我跳到最前面去看了，就是看到最第一页，当初第一页的投稿，然后我看到上面是说一说你最喜欢 K4 里面的哪首歌，你最喜欢现在一起跟你出道的四期生中的哪一位？对，哇，老长老长了前面。我们能看到，但是一般没人去翻最前面的东西吧。谢谢木子的荧光棒，我是真的很好奇，你们也知道我对这种有历史感的东西很好奇，但是一般很少人去翻，是这样。而且谁知道哪天系统就清零了，所以我翻到最前面去看了看。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了，就是参与选的人就能看到，如果不参与选的人就看不到。嗯，
对，MC 话题肯定得注意尺度。你要是上来选一个说成员之间两两玩 POKEY 游戏，整场都是黑屏。这是狐妖小红娘，哇，今天说了多少种啊？龙族、狐妖，还有说夏娜，还有说剑心。你看的美女是谁？以前还是可以的，现在就谢谢7630922的16朵玫瑰花，谢谢。Pocky 吃着吃着就很容易出问题啊，就是打个比方，这是一根 Pocky，这是我的嘴。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哎，你看这个距离，这个距离不就很危险吗？是吧？就这种嘴对嘴的啊，这种都这都很恐怖，都很可怕，就会一无公演。哇，何止一无公演，我觉得要被开会，整顿的程度。又把你的金坛 vlog 看了一遍，差点没绷住。我也经常看，我每次回去看都会发现多了很多弹幕，挺宝贵。以前有过用嘴撕报纸。这么刺激，我们就不能撕点别的吗？撕报纸的话会不会太黑啊？对啊，真的哦，不，就是我们每周会有例会了，每周都会有例会，是真的。对啊，我觉得撕卫生纸撑死了，撕报纸的话，那个黑幕会粘上吧。MC 这个东西还是狂野一点好玩，你如果限定死的话，很难玩出新意来，是真的。越限定死了，就是越在考验大家平时的熟悉程度，对吧？那是没有办法。我觉得总有办法，总有破局的办法的。如果上面一定要有个什么规定的话，那我们就一定再拿出一些什么样新鲜的东西来破局就好了。只是说现在时间可能还没让我们先找到那个破局的东西，慢慢找，不着急，应该不着急吧？就是主要是他着急去找的话，没办法。哇，范二狗子，你终于会说"韩宝好可爱"之外的话了。每次来只会说"呜、哦，韩宝好可爱，韩宝好可爱，韩宝好可爱"，终于会说"我可真是太喜欢韩宝"。你这是你学会了第二句话，这是你在我直播间学会了第二句话。用口红在脸上写字，哎，这个也行，但是就是不知道成员们想不想，因为这个下去擦其实还蛮麻烦的。真的，伦 C 想好那首歌吗？我伦 C 肯定是乌渣，因为我大话已经放出去了，我大话已经放出去了。对，要2天时间去摸索。我大话已经放出去了，我大话已经说了，我说，轮到我就乌渣呀，轮到我就乌渣，但是应该轮不到我，但是应该轮不到我。是我真的蛮喜欢这种街舞的这种，感觉的。明天晚上去上舞蹈课，明天晚上去上舞蹈课，明天白天要去录音，然后晚上去上舞蹈课。是吧，蛮开心的。这样子的话，今天就可以织个围巾，早点睡觉。然后11号还有一天可以复习一下今天没来得及学的这个大哥，今天这个大哥安可哥，我学的蛮开心的。说实话，真的，你看我多开心啊！孩子最后还是会变成瓜，但是瓜的心是甜的，瓜切开心第一口超甜。想跳舞给韩宝看，你学会第三句话了。你要是被绑架了，就眨眨眼。我没有被绑架呀，就是说我们这个安歌曲哇，真的跳得我很开心。我从来没有跳过这么开心的安歌曲。如果一直跳这首的话，我可以跳满全场的16人，真的超级开心。甜瓜第一口甜，后面咸。哎，朋友们，吃西瓜的话。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日本那边因为西瓜其实很珍贵嘛，然后他们会在西瓜上撒盐，就是把西瓜片得非常薄，然后在西瓜上撒盐，因为这样吃的话就能更感受到西瓜的甜味儿。有听说过这个吗？没听过，没听过，不会吧？只有我知道吗？是吧？听说过吧？有些人啊，有些人可能听说过，对。
我还以为是我记错了，或者说是我看到同人文的作者又迷糊我。看来真的有撒辣椒面，那个应该是青芒果吧，那个应该是青芒果吧。不过就是因为有咸的东西，然后就会让甜的东西更汁水丰沛，类似于是这样的感觉吗？我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确实很有意思。那这么想的话，你如果用个大勺子，然后把西瓜的第一口吃，你吃完之后就应该把盐倒满中间那个口，然后让盐被西瓜汁融化，这样这个西瓜不就会变得更甜了吗？我没这么吃过，然后在上海一个西瓜也挺贵的，所以现在希望有人可以去吃一下。方二狗子今天学会了好多话，天哪，真不错，真不错。我没有在暗示自己要盐，你们是瓜的话，我现在就撒在你们心上了。你们是瓜吗？你们是瓜的话，我就要盐了。吃西瓜放白糖，好吃吗？我也没试过。我知道有人吃青芒果放辣椒面，梅粉，梅粉这是什么？这也是好像是酸的吧？好像是会，我们怎么老是在说吃的呀，朋友们，不能老是在说吃的，老是在说吃的，人的心里就会全都是吃的，不可以讲吃的了。我给大家看看，这是什么？你们看，这是一块鸡块，它好香，是我的粉丝，是我握手会收到的奇葩礼物之一。对，然后它和这个薯条。握手会收到的奇葩礼物，薯条。对的，就都很离谱。还有一个鸡腿，然后那个鸡腿有一天晚上不堪重负，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他就从上面摔下来了，夹子和鸡腿分离了，是这样。想给汉堡炸鸡腿，我也想吃炸鸡腿，不过今天食堂好像是炸鸡翅，然后中午走的着急也没有顾上。我是瓜，可以演我吗？可以啊。你这个瓜怎么回事？一点都不甜，打回去，埋回去，重长。鸡腿，不要误会，对啊，都是发卡，这个背后都是发卡，你看，都是发卡，没想到吧？我是傻瓜，可以演我吗？傻瓜也是瓜，不可以演哦。傻瓜也是瓜，傻瓜已经很可怜了，傻瓜也是瓜，不可以演。傻瓜当瓜多不容易啊，这头发染的可以啊，真的吗？太好了，因为我觉得还蛮值得的。我要用一个很适合二次元表情的来配这个发卡。有什么很二次元的表情吗？想一下。哎，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很二次元，这个位置很二次元。我是男粉，可以演我吗？就不叫你小黑，对，小白你好。哎，这个样子是不是就很？谢谢紫砂大法，好的荧光棒，谢谢。是吧？我觉得这个就很，谢谢大红袍奶茶的奶茶，这个静止状态很二次元，很日漫不良少女的感觉。哎，这个样子是不是更像？一种打一拳。对啊，这个头发可以出 cos， 别生气，没生气。你看，真吓到人了啊！真吓到人了，完蛋了，真吓到人了。你们听我解释，马路须加，我超喜欢马路须加。有人看过马路须加吗？有人看过马路须加吗？我就是因为马路须加，然后超喜欢坂野由美，超喜欢虎牙。因为虎牙好看啊，虎牙好看。
没别的原因，我最喜欢就是一二部了。第二部是因为虎牙才看的，不然我第一部看完就不会再看了，应该是蛮不错的，就是下饭，我觉得挺下饭的，漂亮女孩子也多，可以去看看，推荐。对，有剧情讲解吗？就是说一个喜欢戴着眼镜的一个戴着眼镜的不良少女，然后走进了一个戴着眼镜的前不良少女，然后她现在只想做一个乖乖女，结果她转校到了一个全部都是不良少女，然后到处都是打架，老师上课的时候，然后学生在下面公然的烤肉的这种学校去，女校，然后周围人都欺负她，这个时候她第一次还手了，被人觉得很厉害，然后从此就各种人不断的缠上她找她麻烦，在这个学校里面最高的就是最高的组织，然后叫喇叭叭，然后喇叭叭呢有由他们的部长已经现在在医院，然后还有副部长，然后现在在学校里就是副部长和四大天王，还有下面的小喽啰们组成。对，然后这个戴着眼镜的妹妹，然后就向着顶点发起了冲击，然后顶点上的副部长和四大天王就为了为部长守住宝座，守住喇叭叭的荣誉，然后再对，就这样子。听说有塔罗慕名前来，对不起，我口嗨的，我只觉得我这个发色不算个塔罗，对不起，但是今天还真未必会算。对，今天可能还真未必会算，对不起，但是如果想算的话，有什么想算的可以发文字翻牌给我，这两天找到时间我就会算了它，放心。就是塔罗这个东西，上次有朋友们给我提意见，觉得文字翻牌的话也可以，我想了想确实也可以，你有问题想问那就发文字，然后再把你想选的数字0到22告诉我，就这样，然后再说以谁为你，以你还是以我，就这三个问题在一个翻牌里讲清楚，然后就没事了，就是这样的。这是欺负的。好，这样那鸡腿要提一下吗？什么鸡腿要提一下？你是只学了大牌吗？不是，怎么说呢？我没有系统的去学过，但也没怎么区分过。我是觉得大牌够用了，然后小牌的信息加进来的话，至少目前我对小牌的信息加进来之后的这个认知系统，我觉得我没怎么掌握透。这个美颜进来吓了一大跳，谢谢。红发酷的晚上好，晚上好。因为我觉得就是22张牌就能说清楚很多东西了，如果加上了小牌之后，小牌因为会更确切，然后它会更具体，但是它反而会减少了很多我觉得本来可以由我的主观性来填补的一些空缺，那个主观性恰恰是我想在我的塔罗里面确定的东西。所以目前对小牌处在一个没有特别渴求去把它加进来的那个状态里面，是这样。差一个黑披风就能去海上当四皇了，四皇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小说里面的人物吗？四皇喜欢生气吗？我这个夹子很重要，是人物的灵魂，不能伤。哦，海贼王啊，好的，那我是不是应该在这边打三个耳洞？打三个耳洞，康康康！我还挺喜欢我现在这个发型的，你别说，又多了一个动漫人物。真的，今天进来大家都在讲说很像二次元，我是二次元这件事情瞒不住了。但是谁知道我跟他说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半句话提二次元。我说我想要一个颜色稍微低调一点的红，但是也不能太低调，舞台上一打光就能看出来，然后私底下至少就是不是直男的人应该也能看出来你是染的发的，然后但是也不要太亮，就不要那种一眼就会觉得啊这个人头发一定，对，不要那种把胳膊锯掉就是香克斯，赶紧打的括号，不然我就要报警了。托尼不是啊，托尼不是经常收到这种无理要求吗？托尼不是经常收到这种
我想要一个，前男友看了就会立刻后悔跟我分手，但是现男友看了之后会觉得无法把控我这样美貌的女人，而想立刻跟我分手。然后下一任看了之后会觉得我的美貌让他无地自容，所以立刻想要连夜逃离我，但是同时这些人又离不开我，想要被我掌控着，想要一个这样的发型，可以设计吗？然后Tony就会说，剪刀给你，要不你来，剪刀给你，要不你来，你这是在自爆吗？什么什么西海岸，西海岸是什么？就这个，哎，我还真买了一个自己剪刘海的牙剪，对，但这个不是那种，也不是算牙剪，我之前买过一次剪刘海的，它是有点长，我觉得它给我留点长，想留下，因为我好像之前看过一个，看一些血，有狂野的气息。我之前看过一个段子，好像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女生问理发师，我想一个发型，我妈看了觉得我是乖乖女，我爹看了觉得把家业全部交给我继承，比交给我儿，比交给他，比交给他那个儿子继承有用多了。然后如果是前男友的话，我想他立刻跟我复合；如果是男朋友看到这个的话，想立刻跟我求婚。同时大学老师看到之后就不会挂我的科。然后同时，面试的时候只要看到这个发色，他们就会觉得哇，我是顶级美女，想立刻把我招进公司。有这样的发型吗？我记得好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梗。托尼帮忙推光了头发，然后拿出了三顶假发，耶、yeah ！从宝山拍到了九千是吗？托尼还有这种发型？托尼，要么你来。大家都觉得一个发型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其实不是。就是你们听过一句话吗？是说什么分手了就要把所有情丝全剪断，断舍离啊怎么的？小丑竟是我自己，这个没有看过耶。就是我觉得突然想到，剪头发其实就是剪头发，你不能寄希望于一个发型能完成你生活当中所有的，解决你生活当中所有的烦恼。就算换了这个发型，你依然是你自己，有些东西没有改变过，有些烦恼也不会因为剪了个发型就改变。所以你如果想要放下一个人，未必真的需要把头发全剪掉，就是那种不要在剪头发这件事情上寄予太多的期望，觉得生活一不开心剪个头发吧重新开始，或者说生活不如意了分手了剪个头发重新开始，然后觉得断舍离，那也未必呢，对吧？浪流连挺是那情歌的一种发泄的方式吧，是这样的。哇，但是不开心了就换个发型剪头发会很爽，对，这样的情况下也是有的。我是见过那种，就是那种朋友，我身边有朋友是那种，就是他很想换发型，但他不是觉得爽，他是很焦虑，他陷入了一种换了这个发型明天我的人生一定就顺顺利利的，就是类似于把头发献祭一样的，在懂吗？就他不是觉得这事很爽，他是觉得像献祭一样，对对对对对，像那种仪式感，但是他把一切都寄托在仪式感上了，只要仪式，但其实没有真的切割。他想的是只要剪头发就好了，但是他明天起来还会去，他不删他前男友的电话，他也不会真正的意识到他们到底做错什么，他也不扔他前男友给他买的东西，第二天起来还是会哭，那就没有用啊，对吧？得自己想弄才行。为什么是头发不能是眉毛？是不是看不起眉毛兄弟？因为眉毛兄弟长得太慢了。减去三千烦恼丝是这样的，不担心。所以如果你想好的话，减就减，但是也不用特别把它当成一个特别寄托的那种仪式感。对，太注重仪式感的话，就会形式强于仪式，是那样的感觉。眉毛剃掉之后看起来很吓人，有些美人眉毛剃掉之后人家很好看哎。当然了，我不属于这种美人。我们绝大部分人也可能也不属于这种美人，请不要觉得我给大家灌输了错误的审美感。好，然后呢，这个发饰有点搞笑。你最近真的变帅了，你不对，这话应该这么说，你最近真的变帅了。
和静静掰头，为什么？对，猫听到就会像电视剧里面的阴阳反派是这样。好，今天呢就跟大家唠到这里。你们猜我为什么很着急下播？是因为明天要录音，我觉得我的嗓子如果再说下去话可能又不好了，所以明天录完音，舞蹈课结束，如果我还有精力，我还有精力爬回来，我就开电台或者直播，好吗？嗯，好好休息，明天可是要录个大音，好好休息。你们也是好好睡觉，早点休息。我去蜻蜓翻牌，然后就收拾一下东西就睡了。拜拜，谢谢大家来看我的新发色，拜拜。晚安，下周就能见。谢谢大熊软糖的荧光棒，十二号加油加油，拜拜。晚安，拜拜。休息，好的，都要早点睡，好的。晚安，晚安，晚安安。晚安，喜欢喜欢喜欢，晚安安，晚安，嗯，贴贴，拜拜，晚安，晚安啦，晚安，晚安安哦，早点休息，好，贴贴，嗯，贴，嗯，好，我不还要离开这个美好的直播间，面对我一片狼藉的床了。今天早上化妆的时候，我把化妆品都放在了床上，现在要收拾一下了。大家拜拜，早点休息，不要急着等我的翻牌，明天早上起来就会收到你想要的东西，晚安啦。